格鲁他这羊爹，我跟你说，你敢打格鲁的羊，格鲁一会儿打你啊。This is same same 格鲁 baby。Gila rasam, gila baby. Yeah. Gila baby, is it not the guy that is? 我跟你说是，我说这羊是格鲁的宝宝啊，格鲁的宝宝。Kara tu, China gigi kasuta, gila sekarang baby de baby ada nazarik game. 这羊跟格鲁关系好得很，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发门了，他在这磨一磨，你看，长门了啊。高粱长了，派里兰，谢谢快手用户姐。还有就是有姐姐一家三口，知道吗？有一个阿姨，一家三口，她和她老公还有她儿子，知道吗？都是这个比较高，人家都吃好了。这个不是小强吹的，都是粉丝正儿八经的真实反馈啊。那么谁吃谁受益，真的是谁吃谁受益。很多你这些小问题，不说小问题，就是那种常年几年了，好几年了，吃这吃那好不了的这些，你都可以试一下辣木子，知道吧？都可以去试一下，这东西没多贵，对吧？平常少抽上两。看到没有这个续续筷子，这个发门了，啊，看到没这个发门了，啊，这个。格鲁的 baby， 这羊不害怕格鲁，跟格鲁关系好得很，啊！过来让哥摸一下，他害怕我，但是不害怕格鲁。玉娘娘，你可以看一下，点开评价看一下，这个造不了假啊！啊，你看一下评价，百分百好评率，你再看一下回头客，两单、三单、五单的人多得很。为啥嘞？那肯定是管用，大家才拍嘞，才回购嘞，啊！你要说不管用，没有用，你别说169买两斤了，你就169买20斤，你说要这东西干啥？不如买20斤猪肉吃嘞，对不对？要是没有用，傻子才回购呢，是不是？我睡眠不好，也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的缘故。哎，更年期了，睡眠不好了，这些都可以吃，你知道吧？为啥说是更年期？更年期这些你睡不好，首先你休息不好，知道吧？每天太差，所以你这个精神状态就不好。你吃辣，当辣馍什么？他那个高粱发霉了啊，发霉了，所以说是他把这个刺一刺，上面有那个霉块子呀，还有那个虫子呀什么的那些絮絮，他把这个碾碎，因为长成块了，所以说他把这个碾。我在那地方的。要粉啊，那更得试试了。你放心，玉娘娘，记着，好用了回家，像你说是叫叫不好的这些，十天半个月左右啊，你就能感觉出来。好用了，记着给小强一个好评。收到货你先看咱家的辣木子品质好不好啊？小强这批货不说是处理，说是那个什么拍一发二就给大家就是搞的就是烂的次品一次充好那种的啊，处理货尾巴嘞，不是那个意思啊。现在的辣木子全是今年的新辣木子，全部是精品精挑细选过的。我本来想打算好好卖呢，知道吧？本来是169一斤好好卖呢啊，但是今年这个来事儿就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比较多，所以说是就本来要待到快过年的时候回家了，还要最起码待一两个月了，但是临时有事儿，所以就是早早回家了。但是早早回家呢，想在这个货压着他压着钱的嘛，所以说是我想把这个就是赔点钱，你最起码把这个换成钱呀，好过年，对不对？过完年娃要报名了，这所以说品质这一块大家都放心，品质特别好的啊，品质没有任何问题。怎么不晒一晒？你看这结的多大？你看这玉米棒子上这煤筷子能看见不？都发霉了。
放心拍，放心用。嗯，发霉了，你们能看到不？咋啦？你放这会儿，太阳晒一晒 ，this no good 了。这吃了不得死人呀、啊！你这，这个不能吃了，咋啦 ？this no good 了。You understand? This no good 了。这个吃了要死人的，发霉了，它那个还不能吃了。我拍了一段试试，蓝颜姐姐，你放心，你就看回头客多不多就完事了，对吧？这是什么？高粱啊，高粱，能吃得了吗？你这么多，我肯定吃不了，所以我才降价处理啊，赔点钱把这个一处理，换成钱嘛。我自己吃肯定吃不完呀，吃了容易做病，不是容易做病，这个东西容易中毒，发霉了，它有那个真菌嘞，霉菌，知道吗？吃了容易中毒，能不能吃人家又不让你吃，你怕什么？我害怕把我大姐吃的躺倒了，吃送走了，我都没有搭档了。我连直播的人都没有了，发霉了不能吃了，真的是发霉了吗？霉的都不要不要的了，这它一搓，啊，发霉长虫子了。咋了？咋了？那是 no good 了 ，no 巴拉巴拉了，那是都发霉了。你吃了 ，no good 啊。嗯。no 巴拉巴拉。我跟他说 no 巴拉巴拉，就是不能吃了。那你这个不是巴拉巴拉吗？人家不听你的，对，你给他们买点米得了，让他把那给扔了。不行，我不能给他扔。上一次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达拉的烂瓢，我给他买了五六个瓢，然后他有一个烂瓢，烂的不行了。我说 你把那个不要了，不要了，你拿新的。他不行了，然后我就把那个烂瓢给他打了，放地上砸碎了。大姐还哭了一鼻子，那是我跟大姐在这么久第一次见大姐哭，啊，第一次见大姐哭，一个烂瓢比这个还烂。你说我给他扔了，一会儿他再哭咋整？我直接给人踢了，扔了。你说他一会儿哭咋整？记得呀，对呀，你说在这给他扔了，他要哭，我咋整呀？这比瓢要值钱多了呀。可能是有意义的。那我具体不知道。感谢下单，谢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支持。他弄完咱就逛街去，逛街买点那个治白蚁的药啊。治白蚁的药，然后把这个房子给他弄一弄。这白蚁太多了，这今天这撒上灰，这白灰治白蚁，你看把这灰一撒啊，他撒了些灰，这个就没有白蚁了。这白灰这灰还挺管用的，看这又满了，看到没？昨天达拉把这全部都弄了，这狗白蚁这么厉害的，有没有人记得昨天达拉把这清理的干干净净的，是不是？你看今天这又长了这么一大堆上来，啊，是不是又长了这么又弄了一堆？达拉，啊，又长了一大堆。
昨天刚清理完，这一个晚上就又上来了。这是白蚁挖的吗？对，白蚁走路它要铺泥的，因为白蚁不喜欢光，知道吗？它不喜欢光，所以说是白蚁它走的时候就拿从地上啊一个一个的把这个沙子全部粘起来，就是里面是空的，它在里面跑，筑巢的嘛，白蚁巢穴。嘿，这里还有一双小鞋。那是什么东西？白蚁。哎呀，飞！哎呀，哎呀，疼死了。全是煤絮絮。